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9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无量寿经者，如来称信之原教，众生本具之化矣。什么叫称信？什么叫原教？什么叫化矣？这几个名词术语，我们在此地也略为介绍。称心是称法界之真心，圆教是圆满的教育，圆满的教学，圆满的教化。无论是从内容说，是从形式上说，没有一样不圆满。前面我们就天台家所说的十界三千诸法一如一体的圆融，三千诸法呢，样样具足，这是圆满。圆融是空地，圆满是俗地。空俗是一，不是二，这叫中地。那么这是从教学内容上说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次就行为言之。参考资料里头第十二页，行为，这个行是修行，为是为此。修行位次上来说呢，那就是圆顿。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称正觉。华严经上讲的，涅盘经上也讲到了，说发心究竟而无别。这个发心呢，就是华严经初发心时。究竟呢，是变成正觉，成正觉是究竟。这两个经上说的意思完全相同。这是真的吗？真的。但是要记住前面所说的最上立根，真是这样的。发菩提心就成了正觉了，所以阿罗汉没发菩提心。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全教菩萨没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别教初地，所以上根最上立根，他能放得下。听佛讲经说法，他听明白了，
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就放下了，他就成正觉了。啊，最明显的例子在中国是慧能。啊，他实在太简单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豁然大悟。豁然大悟说：“统统放下，没有别的。”这个是从理上讲，个个人都能做到啊。不是他能，只有他能，别人不能，不是的，谁都能做到。问题你肯不肯？啊，所以为什么称为最上立根人？最上他真听懂了啊，像张家大师所说的，真听懂了，他就真放下了。啊，只要我们没有放下，我们就要认真承认我没有听懂。啊，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还有救，我说还能往上提升。没有听懂，以为听懂了，这人没救了。为什么？他不能提升，他在此地就满足了。啊，懂了一定要放下，这才叫证悟。啊，懂了不能放下，这叫解悟。啊，解悟你能说，你不能行，你还是凡夫。啊，佛法重视的是证悟，不是解悟。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理。啊，完全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自心怎么变的？佛在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不是真的。啊，如果你执着这个一念不觉呢，麻烦就来了。啊，就愈陷愈深呐。啊，这是个陷阱啊，愈陷愈深。啊，是你不起心不动念，一念觉不觉都无所谓，跟他毫无关系。啊，所以觉悟的人，一念不觉，他看在眼里无所谓，无动于衷。啊，迷的人是就越陷越深。啊。欲陷下去，阿赖耶出现了，然后就在阿赖耶里头打转转，不知道阿赖耶是假的，以为的是认真的。这现在人讲，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什么时候缘起的？为什么会有的？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将来到哪里去，这都是问题。啊，哲学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啊，千百年来，科学不能解决，哲学也不能解决。啊，宗教里面说是神造的。如果把这个神回归到自信，那没错。那就是神造的。啊，以后就把神执着是个很具体的，就有错了。
最上立根的人少啊，上中下根的人多啊。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初发心是变成正觉。啊，初发心在《华严经》上讲是圆教初住菩萨，他脱离十法界了。啊，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诚到基础，啊，真心呐，啊，是这个体。第一，起起作用，啊，对自己的作用呢，叫身心。啊，身心，我们看古大德，古大德的注解给我们解释，好善好德，啊，真诚心起作用，真的，因为真诚心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这是菩提心作用啊，对自己的作用啊。啊，20多年前我在美国讲经，讲到菩提心呢，我就用《无量寿经》体跟大家讲得很具体。啊，什么叫身心？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觉心是身心。真诚心发出来了，你心一定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真诚心没发出来，这个诚字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啊，也可以说肯定这一个人一生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这个诚，有真诚他一定有成就，没有这个字他成就有限啊。成第一个是不自欺，第二个不欺人啊。不自欺是情，是自爱，不欺人是爱人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菩提心很难懂啊，很不容易啊。啊，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啊，缘就是我们现在讲条件，无条件的爱别人，无条件的帮助别人。啊，真正觉悟了，为什么？底下一句说“同体大悲”，他真正明了。啊，真正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还谈什么条件？啊，左手有疼痛，右手却给他抚摸。啊，给他治疗还谈条件吗？我为什么要帮助你？
不用谈条件，是一体嘛。啊，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还要报仇吗？啊，没有报仇的念头，也没有怨恨念头，什么一体。啊，迷了之后，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迷了，不知道。啊，知道一体的发菩提心的人知道，就是用真心的人知道，用妄心的人不知道。啊，这发菩提心真难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一尘了义，是圆顿大法，上上根人印记的，那我们就没分了。啊，藕益大师给我们解释无上菩提心，解释的妙。妙极了，你不想不知道，越想越对，他的话越对。啊，就是一个信字，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这个信，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妙。你问他是菩提心什么意思，说不出来。你跟他讲执心、至诚心、身心，他完全听不懂。哎，叫他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他就真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他真正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那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啊，那么那种人一接触就能够相信，就不怀疑，最上根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怀疑 啊我们不是上根了，中根都还差劲啊！啊，这个净宗法门在我的时候搞了差不多30年才接受啊！啊，要不是寿命长一点的话，就耽误了。啊，搞清楚了，是不是真彻底搞清楚了？没有。为什么？彻底放下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啊，现在搞了60年了。啊，灾难现前了，看到美国人拍的电影，假的。但是看到日本311大地震的那些报道，那是真的，那是新闻记者乘飞机在上空照的，那一点不假啊。一个城市2-3分钟就完了，整个就没有了。
这给我们很高的警觉啊！古人所谓是人命无常啊，我看到了，亲眼看到了啊！一个灾难突然来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现在我们知道，人是不死的。这个我们肯定的，啊，生死了，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他又去找个身体，啊，身体谁在指使他找的？啊，这个我们晓得，业力。啊，业力引导你在六道里投胎，你到哪一道去？啊，业力里面投一个淫欲，是古德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情执，你只要这个东西不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太可怕了啊！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佛说了跟净宗有缘的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为什么还在流转？过去生中遇到过这个法门，为什么不能往生？还不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吗？啊，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先看到你喜欢的，就跟着他去了。就这么个道理，你转身多可怕！啊，现在我们看灾难在眼前，给我们是最大的警觉。让我们发了个心，不想再搞轮回了，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生到净土就成正觉。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华严经》初。住以上啊，生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这个经上讲的好啊，金灯四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生同居土，就是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他四徒没有障碍，不像我们，我们四徒有障碍，不同空间维持，啊，不在一个频道。极乐世界四徒在一个频道，啊，真是华严所说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到极乐世界亲自证得。啊，所以说语言顿，顿是快速。啊，顿呢，顿急顿足。顿急是讲速度。
时间上说的，顿足呢是从空间上说的，足就是圆满，一样都不缺啊，智慧圆满，神通圆满，道理圆满，佛宝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因为诸法本圆融啊，这个要知道，本来是圆融的，故一法圆满一切法，往生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在我们这个世界，果然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真的一切圆满。啊，起心动念放下，就见到一切圆满，就证得一切圆满。啊，你真正能受用到啊！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大乘教的讲的破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没有了。你就成等正觉了啊，这个确实是最上根人啊，一般上根人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就不错了，见思烦恼放下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放下证菩萨果位啊，经常常讲啊，只要你能做到啊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我很感激他，我听不懂，我做不到，但是他说的话很白啊，当时听到似懂非懂啊，没有感觉到很难啊，只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行的方法如此而已，不能够顿时，那就渐修，渐修像爬楼梯一样，放下第一层我就升到第二层，放下第二层我就升到第三层啊，时间虽然长也能够达到最高峰啊，那个顿呢，顿它不立阶级，它不比一级一级的，像现在坐电梯，登上电梯啊，下来它就是最高层啊，所以圆顿这是坐电梯上去的，84000法门是爬楼梯上去的啊，通通都能上得去。如果你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层，你就上不去啊，要想上去是非放下不可啊，为什么舍不得，是因为把它当真，不知道它是假的，不知道它是无常的，
不知道随时会掉掉的。啊，人命无常啊。谁有把握保证我明天还在啊？不能保证的。啊，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过去了。啊，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这是对那些放不下的人说的，让你天天看到这个字，天天提醒自己。啊，只要有这么高的警觉，念佛决定往生。啊，修学任何法门，都会把自己向上提升。啊，这个诸法本圆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看到量子力学的报告，这一微尘里头有世界。啊，微尘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尘里头有世界，他不知道。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其小无内”。啊，这个《华严经》讲到。啊，而且《华严经》还说，普贤菩萨能入微尘法界里面去供佛闻法。啊，这是诸法本圆融啊，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了，你就不必怀疑。啊，一法确确实实圆满一切法，就是连一粒微尘，它都圆满一切法。啊，以一念之开悟啊，顿起即诸佛果。啊，顿起是快速，即诸是圆满。究竟佛果，这叫圆顿。啊，是天台所判四教中第四圆教之所权。啊，圆教所说的，啊，是圆教的范围也，是为宗旨即旨，宗是宗旨，宗旨到究竟圆满。啊，故教名圆顿教，法华是圆顿教。华严是圆顿教，啊，戒呢，戒叫圆顿戒，观叫圆顿观，啊，戒是行为，身口，啊，观是用心思，啊，你怎么个看法，怎么个想法？啊，这是第六、第七识。前面那个戒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都关上圆顿了，真的圆满。
一条街圆满一切街，一切街总是在这一条街里头。复兴二，这第二卷是圆顿者，圆明顿即顿足。啊，体非见教啊，故名曰顿。这是教体，不是见修的。一真一切真，是一修一切修。啊，这就行为上说，次成三谛相即的实相。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十千第一卷，圆绝妙之变明啊！绝妙妙绝是一个意思啊！四教义集解里头有解释，说三谛圆融不可思议，叫圆妙啊！啊，三谛熟谛、真谛、中谛，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你从哪一面看？啊，一体的三面。啊，你看清楚、看明白了，不着相，就圆融了；着就不圆了。啊，正是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下面说众生本具的化义。啊，化义是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化道的仪式叫化义，化也是教化啊，教化的仪式。为世尊一代间教化众生的仪式方法天台判一代教，这一代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啊，分为两门，一个叫化仪，一个叫化法啊，故立四教，化仪就是仪式，化法就是方法。啊，化仪四教，天台宗与形式上，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形式上，啊，分世尊一代十教所为四种：顿教、见教、秘密教。不定教，这四种仪式。啊，顿教是化言，啊是法华。啊，见教法华以外的，啊都称为见教。啊，那么这个呢？跟秘密来说呢，这是显教，不是秘术。啊，它不属于显教，就是密教。再就是不定教。啊，不定教，世尊观机。这个人数都比较少，
啊，这是以见教人数最多。啊，秘密不定，人数不定，佛应机说法了，是什么样的根性，就用什么方法来教你。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密说、显说，哎，他懂的意思。啊，迦摄尊者，看佛拈花，啊，举起手，拈一枝花给大家看，别人不懂意思，不知道佛是什么意思，啊，迦摄微笑。啊，懂得佛的意思，佛就把话给迦摄了。这是密教，一般人不懂。啊，这代表佛心呐、啊，一心传心呐、啊。这是佛法的真传呐、啊，佛法没别，就真心呐、啊。真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都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迷而不觉，不知道。届时世尊显说，他也听不懂。密说更不必说了。啊，随顿根的人怎么办？不舍弃他，一遍一遍地教，常识熏修。这个一遍是一世一世的熏修。啊，为什么念佛人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那就是熏无量遍呢、啊、把你熏出来了啊，这一时一接触就欢喜啊，就明白啊，至少这两句话能听懂了。西方极乐世界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这两句听不怀疑了啊！真正发心要去极乐世界往生，要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什么？这是过去生中无量界善根的讯息啊！没有那么厚的根基，做不到。啊，也可能这个人一生语言不好，家庭环境不好，没念过书，不认识字，甚至于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靠什么？靠乞食生活。其实要饭呢，乞丐呀、啊，但是他要是遇到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决定不改变。给诸位说，锅炉匠就是这种人。啊，蓄势善根成熟了，这一生的苦吃够了，吃苦
消罪业，消业障。啊，真正相信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二三年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得到好啊！啊，为什么呢？越念越欢喜，这三昧现前，啊，法喜充满，啊，他生欢喜心。啊，功夫在提升，提升到一心了，这个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那化法是教，啊，这是教学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你看，藏通别圆。这是从教化内容上分的，前面是教化仪式上分的，这叫化法。啊，藏教小乘人，小乘的三藏，啊，我们中国称为四阿含。啊，这种根基就得用这个方法教，它受用。啊，这个藏教跟通教，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普世教育。啊，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国民教育，人人都要学。啊，人人都受过这个教育，社会安定，世界祥和，太平盛世啊！啊，别教原教那是天分高的，上根人，上上根人。啊，藏教是下根。通教是中根，啊，别教是上根，原是上上根，啊，那一种人，你给他人间富贵，他不满足啊，他要往上提升的，你帮助他升天。他觉得天不究竟，他也不要，所以他要成佛，他要成菩萨。别教是菩萨，原教是佛。啊，他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追求这个问题。啊，求不到啊！啊，为什么求不到？方法错了。科学、哲学方法都错啊，虚妄的相，行，他逐渐逐渐能了解，究竟真相，他没办法，因为究竟真相六根缘不到，这就没办法，他求智离不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可是明心见性这桩事情，就是要把六根放下。这个方法他
差不同啊。啊，所以他学的最后有一个极限，他不能突破。啊，量子力学快要到极限了，还没到。啊，宇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完全揭秘了，全知道了。啊，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这个他还没有搞清楚。啊，自然现象没搞清楚，但是这两种现象都可能被发现。啊，那么最后的这自然现象从哪来的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啊，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豁然大悟。所以天台家所说的化法化义，或者是贤首家所讲的称心的圆顿，众生本具的华仪华法都不是外来的。那着重在此地，一个是称心，一个是本具。啊，只要一触动，你就开悟了。本具的怎么会不知道呢？迷了不知道啊，一觉悟都知道了。东方的圣贤、诸佛菩萨是教人觉悟，不是叫你记得很多，你读的很多，不是的，那是很笨的办法，不是究竟圆满的办法。啊，那种教学不是善学，不是善教。啊，如何把这个众生引导他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他自己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是什么呢？真诚心。啊，没有具备真诚心，对一次一切事物看得很淡。行，真能教。如果一切执着非常严重，那就一点办法没有。等什么？等来生吧。佛教化众生，生生世世，不是一生。啊，所以佛的恩德大，一定要感恩。我们这一世不行，还有来世；来世不行，还有来世。啊，佛是永远不离开我们。啊，我们离开佛，佛不离开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才能生得起来。日本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心事之真书，奇特最甚之妙典，一成究竟之极说，俗即圆融之经也。设方称赞之成也呢，
时机纯熟之真教也。这个几句话也都赞叹到基础。啊，还有哪一部经？还有哪个方法比这个更殊胜的？找不到了。啊，如来心事，心事是出现在世间。啊，这一句话也有渊源。善导大师说过，啊，道隐是日本人，在中国留学的。我相信他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善导大师说过两句名言：如来所以出现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意思是，一切诸佛示现八相成道，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啊，唯是唯独，他就是来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是跟你讲别的。这是正说，其他的是附带说。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净宗这个法门，是对根熟众生讲的。什么叫根熟？他快要成佛了，他成佛的缘成熟了。跟他这个一讲的时候，他这一生就能往生，往生就成佛，是为他说的。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根没熟，在诱导他，帮助他成长。帮助的提升，真正成熟的就这个法门。所以我们看华严、法华、楞严、大经大论，到最后通通都导归极乐。啊，我们真是粗心大意。啊，虽然讲经，你说过去，楞严经，我在台中主修的是楞严。啊，本来打算到台中学法华，带了十几部法华经的注解古著，啊，带到台中想学。啊，李老师告诉我，我现在正在开讲楞严，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你就学楞严好了。学法华，我另外找时间来教你，实在找不到时间。啊，所以到了台中之后就改学楞严。啊，又没有准备楞严，当时楞严经只有两种注解。啊，这台湾可以买得到的，有云音法师的讲义。一个是楞严之解，就这两种。啊，可是决心学这部经的，那个时候还没到香港来。香港有个佛经流通处，印的经书不少，负责人智开法师。啊，我以为他是个老法师。值得很尊重啊，请他帮忙，有法华经的注解给我留意，我都要啊。所以在一年当中，我找到法华经的注解十几种啊，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而且都是线装书，本子非常好啊。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古大的有些注解，他没看到的，
他跟我说，我说我有啊。又说一种，我也有啊。说了五六种，我说我都有啊。你从哪里找来的？啊，智开法师对我很信任。啊，找到书马上寄给我，价钱有钱的时候再给他。这个对我方便太大了。啊，没有钱就是记账，有钱就付他。啊，所以他跟我收集了十几种。啊，你真想学，他真有感应。啊，楞严跟楞严类似的研究。啊，宗灭大师的圆觉经注疏好几种，我也统统都有。啊，所以这个是如来出世证书，我们要记住这个话。证书就是无量寿经，就是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啊，奇特最深的妙点，这是无量寿经。啊，稀奇特别啊，最殊胜的妙点呐、啊！八极乐世界的性相离世因果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啊，一乘究竟之际说，这个点出来了。无量寿经是一乘的，不是大乘的。一乘是一乘是一生成佛，是一生究竟圆满的成佛。啊，如来讲经啊，说经讲道，讲到最究竟、最圆满，就这部经。没有更超过的了，啊，书籍圆融之经言，经言是比喻，永远不能改变的真理。啊，书籍是快速啊，啊，究竟圆融，无论。是在内容，是在道理，是在方法，啊，境界，人人可以修，男女老少，贫与不肖，平等的成就，到哪里去找啊？啊，十方称赞，不是十方人称赞，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称赞。啊，《小本弥陀经》里面，罗什大师翻译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设方诸佛说诚实言，称赞这部经典，实际纯熟之真教。啊，纯熟说，这一生往生的人。就是实际纯熟的人，他依这个法门真的往生净土了。
我们向这些人看齐，向这些人学习。啊，说到这个地方，今天有一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我，啊，告诉我，最近有人在国内也宣扬另一种的净土所快速成就的法门，啊，并且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他把这个信呢转给我，啊，这个信的内容是东北有人啊来传这个法，啊，传法都是在居士家中进行的，啊，跟我们净宗念佛的地方呢有相同之处，就是也是专听老法师讲经，也劝人落实弟子规，啊，据了解他们孝顺父母和教育孩子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也念佛，也可以念无量寿经，啊，不同的地方呢，他们自称跟他们那个方法修学能快速拿到极乐世界通行证。第二呢，不是专一念阿弥陀佛，还要念弥勒救苦真经，大概真经是秘密的，不是他们的弟子他不传授，啊，还有弥勒救苦真言，这就是外道，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能相信，相信你就上当了。那么家中佛堂呢，要按他们的说法去安排，不是专供阿弥陀佛和西方三圣。啊，拜佛的方法要按他们的样子去拜，大概跟我们拜的不一样。劝人加入的方法有一点像世间呢，做这个传销业务的那种方式。啊，宣称劝的人越多，自己往生把握就越大。啊，所以他们到处拉人。啊，第六呢，如果有人疑惑时，他们就吓唬说，如果你毁谤这个法，就有大灾难降临之类，啊，让一些有疑问的人，就是自己不太相信也不敢说，啊，被吓到了。啊，当有人问，即使这个法这么好，怎么老法师不劝我们学？他们回答说，老法师讲经中啊，都暗示了，是我们没听懂。最后，总之，他们做得很神秘。啊，你要是不去他们修那个法，到他们那个佛堂法院，他不跟你细说。这有一点像秘密传道了。啊，他把这个寄给我，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一段，你看看道音法师赞叹的话，啊，我们再念一遍，就是赞叹无量寿经，如来心事之正说，里头没有夹杂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这个经里面是听众，是当机者之一。啊，如来法灭之后，
还得让弥勒菩萨了，将来再来的时候还要说这部经，一定跟释迦说的完全相同，并不把弥勒夹杂在里头。啊，奇特最甚之妙点，一乘究竟之基数，俗集云容之经也，设方赞叹之成也，实际成熟之真教，你要不要相信？世尊当年在世，将要入灭了，弟子们很恐，惶恐。佛在，我们有问题可以请教佛。佛不在了怎么办？佛留给我们四依法。四条。第一条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我希望净宗同学一定要以净宗真正的经典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的净土三经，后来魏默生居士加了一样普贤菩萨行愿品，印光大师又加了一样，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号称净土五经。这五经够了，以后没有再加的了。五种圆满了。魏默生把普贤行愿品加上去有道理，你看看本经。第二品得尊普贤，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是普贤菩萨的法门。与十大愿王愿愿相应。所以把这个行愿品最后的这一段加进去是非常正确。证明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没错。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主要的内容是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又给我们讲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要夹杂，把弥勒菩萨夹在里头，夹杂了，再要夹杂的经，夹杂的咒，那就更错了。依照传统这个方法修学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古人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现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往生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少我也常常说你能不相信吗？你还想走近路？到最后误了事情，你自己要负责任的。
如来教给我们的是一法，第一个是一法不一人。啊，不是哪个人设算数，不行。他名气再大，地位再高，他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我就不依他。啊，佛教给我的法是经，我要依经典，我不依人。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经典翻译的很多，尤其这个本子有三种汇集本，我只要看它的意思完全正确，没有错。啊，言语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意思不错啊，意思要错了不能译啊。啊，他说这个经上没有说啊，你怎么可以依靠他？啊，千万不要被人欺骗了。啊，我天天讲经，没有什么迷意。啊，不要被他迷了。啊，我讲的有意思，讲的你们听不懂，没这个话。这都是胡造谣言。啊，不要被人欺骗了。啊，第三个佛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什么叫了义？净宗的了义是无上的了义。就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临命终时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究竟了义。啊，没有叫我们加这个咒啊，加那个经啊，没有。啊，老老实实去学，你就会有成就，千万不要被人骗了。骗人的人别有用心啊，我们绝不上当。啊，他们在秘密传教，知道他们的目的企图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不晓得。啊，到以后被发现了，那是邪教。啊，是假借宗教名义来做坏事的，那他就是犯法的行为。啊，这是国家国法不容许的，那你们统统都是罪人。啊，经义是没有听明白，多听。啊，像这个刘素云就是一样。啊，一部经听十遍，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啊，十年一部经没有改样子，他得念佛三昧了，真成就了，往生真有把握了。啊，他们讲的那个通行证是假的，刘素云那个通行证是真的。啊，千万不要人被人骗了。啊，最后一句一知不一识。啊，知是理智，学佛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这个四义法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能被人欺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话。梅光系老居士对这部经的赞叹。
啊，梅老居士跟日本道隐啊，我们参考资料都有，自己就看，就不必多说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就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学生。啊，李炳老的佛教是跟他学的。注解这一部经的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老居士的外孙，啊，梅老居士是他的舅舅。说起来，我们通通都有关系。啊，你看他老人家赞叹无量寿经者，他就是赞叹这个汇集文。这个赞叹的话是在序文里头，真的是揭露序文的一段，序文写得很长。如来称心之祭坛，众生本具之化矣，一尘之了矣，万善之总门。啊，大家不都是有心去行善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德是什么？就是念这一部经典，念阿弥陀佛。世出世间的善福，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啊，干什么大善大福？跟读经、听经、念佛比，都差得很远很远。啊，你看修这世间究竟圆满的大善大福，生死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操心啊，不劳神啊，在家老实念佛就行了。啊，老实听经念佛，你所修的这个善福，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比什么都重要。啊，净土群经，素百素十部之纲要。净土经只有无经一论，是专讲这个法门的。这是净宗必须学习的经典。啊，如果没有时间多学，你就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这一部无量寿经通了，净土所有经论就全通了。啊，不但净土通了，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通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一大藏教之至归。啊，一大藏教大藏经啊，大藏经总结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是大藏经的总结论，是大藏经的精华。如上注解，
所以甚赞此经呢、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之解。不要再天知天业了，天什么都是错误的。我在此地跟大家做榜样。我学佛61年，讲经54年，讲了几十部经论了。大经、华严、法华，都讲了120年了。最后归于净土。现在老了，统统放下。我就这一部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问我其他的，我全不知道了。我不再操一点心了。一心求净土。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到晚年，把这个集注编成功之后，一天14万声佛号，念佛往生了。念了半年多，他走了。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我们看到了，还去信这个信那个吗？那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这才是你的病根呢。你修行功夫不得力了，外面风吹草动啊，你的心就动了，被境界所转了，这怎么能往生？这怎么能得念佛三昧？无论什么境界，都能够如如不动。真正要明白这个事理，你可以去看看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四帖疏》上品上生章，你把这一章经跟注解看个10遍20遍，你就明白了。才知道什么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如如不动，决定成就。如上住行，他是举的彭吉清居士，日本道隐法师，跟梅老居士，这些人都盛赞此经，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这是我们要求的。没有欠缺，直接不走弯路，方便，真方便。你看4个字，信愿持名，
啊，去解决了，真方便呢、啊，方便就近。啊，这个法门是就近，就近法门，成就就近。啊，成就是妙觉如来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了。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了之后啊，你就入妙觉位也。就证得常寂光净土了。一朝之辱，最起圆顿。啊，圆顿法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圆顿。它是圆顿法当中第一圆顿，啊，再找不到一个圆顿法了，能超过它了。啊，今天这些造谣生事的说还有圆顿法能超过这个的，我们不能相信，那是人说的，不是佛说的。啊，我们要以佛说为标准，啊，不能是人说。一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究竟果觉，这把这理义说出来。啊，为什么这样殊胜？为什么是一切法门当中，不但是？世尊这个一切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说的一切法门，这法门第一，找不到另一个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的。啊，是以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的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我们因地上所修的，是如来所证的果觉。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心作心事，不可思议。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呐、啊。啊，你为什么会那么成就，那么快成就？因为你本来是佛。啊，道理就在此地，你本来不是佛，你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啊，是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你现在就是多了一点儿。啊，你比本来佛多了一点，多了什么呢？多了妄想，多了分别，多了执着。啊，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教跟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回归本位了。啊，你本来就是佛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前言的第四段，在140页。故弥陀要解曰：
一声阿弥陀佛，记住这个地方啊，正头两个字一声，不多啊，就一声呢。这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怎么成佛的？这是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给我们说的。释迦佛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话就在阿弥陀经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随口划过，没有发现，被偶益大师发现了，他告诉我，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将他成佛的方法了，交给传授给我们乃祝福所行境界。我们今天明白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每天干些什么？就是在为一切众生宣讲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大经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也。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宣讲大本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细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六数，细数在极乐世界啊，正如同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讲了一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讲了多久呢？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宫宫中看到了，看到华严经的原本，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分量，这分量多大？佛经叫古印度，他们计算这本书这分量跟中国人设计法不一样，中国人算字数，这本书多少字啊？老子道德经5000言啊，说字，印度不讲字，印度讲记啊，记这个说法的时候是个活的，就是四句不管长短
四句叫一首偈。啊，用这个来计算，这一部经一共有多少偈？传到我们人间的华严经是十万偈，十万偈就是40万句。啊，40品。啊，这是华严经的原文。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齐。啊，因为经太大了，很容易散失。啊，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是36000偈，一半不到。翻成中文，翻了60卷，叫60华严。啊，晋朝时候来的。第二次，唐朝武则天做皇帝。啊，华严经传到中国。是49000偈。比晋经多了9000偈，啊，是45000偈，是45000偈，多了9000偈，翻成中文称为80华严，都不是完整的本子，一般都不到。啊，贞元年间，普贤行愿品全部没有残缺传到中国来。啊，翻成中文40卷，啊，称为40华严。啊，所以中国的华严经呢，是一个残缺的本子，原本呢找不到了，啊，在世间失传了。那么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这个经多大呢？他说，这部《华严经》是10个大千世界微尘偈，这怎么算法？10个大千世界，不是一个，一个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是一个中千，1000个中千是一个大千，所以一个大千世界，1000乘1000再乘一千，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现在告诉你多少？10个。啊，再乘10倍，把这里面所有的星球都磨成细粉，微尘，磨成微尘，一粒微尘是一手机，有多少手机啊？啊，1/4天下微尘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讲的，讲了多少时间呢？经上记载的2/70，14天，也有经上讲3/70，3/21天，怎么能讲那么多？这是时间不是真的，时间是假的。念劫圆融，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啊，真真不可思议。
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凡是到极乐世界都可以说是最上立根啊，下下根人生到极乐世界就变成最上立根，听什么法？听无上妙法，无上妙法就是这部经啊，这部经包含了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我们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怎么样？死心塌地，不再胡思乱想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通放下了。你们喜欢什么？我都点头，好，很好。啊，你叫我去搞，我不干，我没时间了。啊，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了。我的时间精神就浓缩在这一点，我就搞这一部经，我就一句佛号。啊，你问我每天干什么事情，心愿痴迷。那问我学什么，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智慧这部经上圆满智慧神通道理，这部经上也是圆圆满满，啊，再求呢？再求那是你心里头有疑惑，你有问题。经没有问题，佛没有问题，法没有问题。啊，问题全在自己。所以这是诸佛所行境界。这个境界到极乐世界就看见了。啊，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啊，为佛与佛能究竟，彻底通达明了，那是如来。等觉菩萨都不行，这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不但不能了解，说实话也不能相信。由于举此体，这个体就是法界全体，啊，现在的术语叫全宇宙，啊，整个宇宙法界体就是整个宇宙，作弥陀身土，身是正宝，土是异宝，啊，弥陀的正宝跟异宝是什么？是宇宙全体，啊，佛门的术语叫法界全体，一界举此体做弥陀名号。那这两句话我们要是明白了，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全体，想弥陀名号就是想法界全体，一法都没有漏。啊，一切经，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在法界全体里面，不在外头。
啊，智慧、神通、道力，乃至包括相好，全在里头，也不在外面。那这一部经就是法界全体，这一句名号是法界全体，这还得了吗？啊，是故弥陀名号。皆众生本觉离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呐、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呐、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啊，讲绝了，讲净了，可见此经实实在在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诚心接谈啊，这个谈话讲到极处了，讲绝了啊！诸佛密藏，何盼托出？啊，一切诸佛甚深秘密之藏，这个藏的意思很广，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啊，都藏在这个里头啊。啊，这个密藏，慧能大师见到了，在他的报告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诸佛密藏。啊，所以本自具足。不见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密藏它不是色法，就是不是物质现象，五根接触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第六、第七识圆不到啊，第六分别、第七执着圆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也圆不到，但是它有，它不是没有，它遇到缘能生万法。啊，这些万法就是如来密藏啊，开显了，展开了，让你看见了，活盘托出，就是全体都捧出来了，没有一丝毫保留啊，这是赞叹这一部经是一切如来诚心祭坛诸佛弥藏何盼托出，这不行，这还得了吗？我们这生真有心呐、啊！遇到佛法，怎么会遇到这部经啊？哎，又遇到我们生在下莲居老居士同一个时代。啊，这个人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呐、啊！啊，肯定是等觉菩萨之类的。
啊，来把《无量寿经》这么多本子重新做个整理，啊，清理一下，啊，不妥的地方全部删掉，啊，精华的部分通通留下来，重新编排一下，成为这个本子。啊，那我们晓得，世尊时时刻刻就在想着，什么人给他整理出来？啊，这个本子永远流传在世间，一直到法灭后还留100年。啊，即使众生本具的化义，此一句佛号正如要解所示，即是众生本觉离心。所以念佛是念自己的本觉，不是别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